星光的歌唱比赛或者超偶的歌唱比赛，然后呢得了名次以后呢，就慢慢的要步入正式的歌坛，然后呢就可能要在小的音乐会开始演唱会啊，面对观众朋友。接下来这两位呢，他们在3月5号要找 Lexi 要开一个 PS 演音乐会，让我们来欢迎潘宇文、许仁杰。是第二次来了，对对的哦。第一次来成绩好吗？不太好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这次来要血血洗，要血洗啊。对。好，那先讲讲你们这次的这个 PS 音乐会，为什么要叫 PS 音乐会？啊，是因为我们诠释的一些歌里面，想说的事呢，还有想要对歌迷说的话，都是放在这些歌里面。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一起？因为我叫 Peter 嘛，我的英文名字 Peter Pan， 然后 Stanley， 对，所以就 PS， 对，然后又再上就是 PS 有一个附注的意思嘛，就是希望可以把我们之前，因为每年都有办音乐会，那就是对，就是希望说在今年新的开始可以办。你们在星光比赛是第几届？第一届？第一届。哇，很多年了耶！哦，三年了，真是不容易耶！哇，这个今年你真是穿的哈。啊，今天因为天气比较冷，对。虽然天气比较冷，也不用，这是一种比较新式的穿法，对对对，就是混搭，就是格子的、豹纹的、格子的、花纹的这样。潮流，爱大，这叫潮吗？很潮吗？潮，蛮潮的。哇，这叫很花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今天现场那你可吧。邝明杰，你觉得这个男生这样穿潮的怎么样？啊，刘轩，你觉得这样潮法？潮也要帅嘛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对，我自己不会这样穿，可是。可是他们上厕所，你男生上厕所，这个怎么上啊？怎么脱下来啊？一样啊，就不用。这件事情上厕所是我们不在这里。哎，各自男生，你叫你的 Michael 去买一条穿，就知道要怎么啊。只为了探求他怎么上厕所，我要买一件，那算了。来来来来，还是答题。好，潘宇文、许仁杰两人先选一个小朋友。好，那我选蓉蓉好了。蓉蓉。蓉蓉今天穿得很漂亮的衣服，你看我把她头发拉下来，她这件衣服叫做龟兔赛跑装。有别的故事，它可以动，你自己拿。会动，对，哇，乌龟跟兔子赛跑，本来乌龟很慢，兔子跑得很快，然后来兔子睡着了，乌龟就跑很快很快很快，对不对？一边穿衣服还可以一边说故事，很可爱啊！好，来来来，请选题。我们先从简单一点的开始。好，从简单一点的开始。我应该告诉你啊，都很简单，都很简单。好，二年级的综合活动。二年级的综合活动。时间题，选择题，卡通哆啦 A 梦没有耳朵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鼻子，二胡须，三眉毛，没有什么三按确定，来不及 A 吧，哈哈哈，不用 A。这一题 Michael 你知道吗？没有眉毛，你知道？哇，你这么厉害，因为旁边有个小老师。这也很简单啊，真好。这也很简单，因为我看前面刘轩也应该知道吧，都很难。不是在台湾长大的，不要问我。他是日本的。日本人。对啊。他在美国长大，没有看日本卡通。可是我知道啊，可是我知道。可是你知道的，没有眉毛。他以为错了。笑。
好，换你选。好，四年级的健康与体育。四年级的健康与体育。哇，好凶的狗哦！这位小姐，请问你的狗会不会咬人啊？我的狗虽然看起来很凶，但是绝不会咬人的。哎呀，好痛哦！这位小姐，你不是说过你的狗绝不会咬人吗？是啊，但是那不是我的狗啊，我的狗在这里。选择题，被狗咬了之后避免得狂犬病的最有效紧急处理法是什么？一，用肥皂水洗伤口；二，用氨水洗伤口；三，用醋洗伤口。好，当然我们被狗咬了，第一个避免狂犬病是一定要去医院哦。不在有去医院之前，哪一种这三种当中哪一种是最有效的最快的紧急处理法？狂犬病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耶，因为通常大家一定会选二消毒水那个氨水，但是我觉得氨水应该是被蜜蜂叮到。对对对，我有听过，就是狂犬病好像会造成那个就是什么，它的肥皂水可以洗掉它的那个膜，洗掉它的什么，就是有一种膜一种病菌。哦、你有被狗咬过吗？没有。感觉上经验很丰富的样子。看我穿的裤子就知道了。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被豹咬吧。醋应该没有用。醋没有用啊。对啊。醋没有用吗？我觉得没有用，而且伤口会很痛吧。被狗咬了以后伤口都很痛，是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它都很痛，所以呢一，确定吗？太棒了，有很有 Genki 的声音，好像比之前还大声。当然了，我。确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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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算你们两个很没有被吓到。一啊，台下的朱丽静，你觉得是一吗？好像不是哎，好像不是哦。你被狗咬了以后是怎样？自己舔一舔。好像也，我觉得我想到的上面都没有了。我想是双氧水。双氧水。刘轩，不知道，没有被狗咬过，没有被猫咬过，真恭喜你，米可白。我觉得应该是醋哎，因为醋比较好拿，其他两个第二个不好拿到啊。我自己在想啊。第二个很好拿。第二个不好拿到，醋比较好拿到。对啊。那万一倒了酱油的话，不晓得会怎么样。酱油醋怎么哪里？好，肥皂水洗伤口。狗咬到的话，就很容易会得到狂犬病。然后狂犬病的那个病发期间在两个月之内。狂犬病是一种病毒感染，是经由动物咬了以后，会把这个病毒传染给人类，在人类身上它会侵犯到我们的神经组织，会造成恐髓症，会造成神经肌肉的一个紧绷，会造成呼吸的状况的一个衰竭，甚至会造成神志越来越差。一旦发病以后，它的死亡率几乎是100%，所以最有效在预防这个伤口被这个病毒侵入的方法，就是要靠用肥皂水来清洗，它会中和掉这样的一个病毒，可以使整个发病的几率会下降。所以答案是用肥皂水清洗伤口。我们很怕有很多的流浪狗，所以当然你自己家里养的狗有打过预防针的话，其实就不用那么紧张。但是在外面如果被刚刚那个卡通上面的咬到的话，就先找一块肥皂，然后在上面，然后把那个伤口这样先冲洗一下，然后再到医院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一定要找医生，谢谢。再请问小朋友，男生对不对？对，选悠悠。悠悠。
换我选，换你选，换你选啊！我觉得保守一点，保守一点，好不好？三年级好。三年级自然与生活科技。时间题，赶快先拿好。是非题，蔬菜旁边若出现杂草，这时候应该多施一些肥，才能让蔬菜长得好，对还是错？不用拿牌，是什么？错。错，哎，你确定？种菜王子。因为它如果长得好的话，你在施肥，它就会一直抢它的养分。对，所以你是种菜王子吗？对，我以前有种过菜。你从小种过菜？是真的种过菜？真的，在当歌手之前，比赛之前。比赛之前，你种的都什么菜？种很多哎，韭菜。种韭菜？然后，因为我是在温室里面。哦。在温室里面。对，小白菜。在温室里面不都种花吗？也是有种菜，也是有种菜，对对对，水根的，水根的，种在水里面，还蛮酷的。对，我这个城市长大的水，就是拿一盆水种在水里面。它就是一个很长的水道，没有泥土吗？对，它就是比较干净，因为就不会有土。水根比较贵啦。对对对，你比较有生意头脑。这算不算有机的呢？也不算。对不对？有机的话看它怎么。有机的话就是不放农药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水跟蔬菜，所以你是讲错对不对？你刚刚是讲错吗？是吗？错，我怀疑了。你怀疑啊，也来不及了，就是错。耶！你们两个是要得10万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肯定，好肯定，来加油！数学题，一年级生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稳住。选择题，童话故事《青鸟》中，神仙给了主角兄妹什么东西，可让所有物品有说话的能力？一，插着羽毛的帽子；二，镶有钻石的帽子；三。绑着黄金的帽子，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拿我们前面的？我觉得应该要求救一下。好，那你要选哪一个？好，好，就选这个。我在想哎，因为如果他是有钱的神仙的话，他就会给他黄金；但他如果是贫穷的神仙，就给他羽毛。我在选这两个。你在选这两个。好，邝明杰呢？我要镶有钻石的帽子。亲爱的悠悠，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。他们要得10万元，你错了，他们就可以下去。好，同学，你叫我，答案是。哇！哎，邝明杰说钻石当然有用啦，镶有钻石的帽子。选娃娃，娃娃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这个耶，是好，四年级，四年级，好，四年级，艺术人文，艺术与人文，来。问答题，著名文学《钟楼怪人》是谁的作品？今天呢，我们考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小说跟文学著作类。著名的文学《钟楼怪人》曾经也改编成歌舞剧，但是这本书是谁的作品？好难哦，求救！求救吗？你用团结卡。好人卡怎么用？好人卡就是好人吗？团结卡比较。团结卡是大家一起帮你回答。我觉得比较有保障。好，比较有保障。你是觉得娃娃不够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上次就是用好人卡，那我就下台了。上一次挑战小学堂的潘玉文，用了同学卡却惨遭失败的伤痛，一直挥之不去。这次的团结卡能让他安心度过心中的阴霾吗？
我觉得我这第一题我可能就要求救了，蛮简单的，蛮简单的。上次来了一次之后，这次就已经非常的害怕。确定吗？求救好了，求救。我不知道要不要求救，你决定。求救吧。Coming soon。团结卡比较。团结卡是大家一起帮你回答。我觉得比较有保障。好，比较有保障。你是觉得娃娃不够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上次就是用好人卡，那我就下台了这样子。哦，你上次用了好人卡你就下台，你觉得好人都是坏人是不是？就是，对啊，那我放心了。娃娃，你原谅他，他曾经被伤害过。好，你上次那个好人站在那里的是谁呢？是那个一个很漂亮的妹妹 ，Emma 对不对？Emma， 对，她到美国去，她因为你，她也受伤掉了。真的吗？她也不在台湾念书了。太伤心了。好，来，团结卡告诉我们，钟楼怪人到底是谁的作品？雨果，对不对？有名的，也是一位政治家，也是一位小说家。他很年轻的时候很会写小说，后来在法国呢还当了政治的人物，但是后来被驱赶出境，当中他就写了很多很多好有名的小说，《孤星泪》也是他写的。雨果不是芒果。来，接下来。五年级英文，我相信你。好，好，不要给我压力。五年级的英文。问答题 ：I a diary every day， 我每天都写日记。空格处要填入哪个单字 ？I， 我每天都写日记哦。五、四、三。你是不留了数学题哈？数学他很强。啊，数学他。对。好的，答案是 keep。keep。keep a diary。这个难了，这个难了，现在难了，因为连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个字。你没想到是吗？所以你觉得是吗？觉得啦，是就按确定，不觉得不是。我们不要伤他的心，对啊，我们怎么可以为了去？你只是为了不要伤他的心吗？也不要伤我自己的，我之前就是。那不然你有答案吗？我之前就是因为没有用卡，然后下台，太有自信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用了，用了。好。好。这一次。我每天都写日记，最好的写法是 I keep a diary every day。啊，当然大家说写，为什么不用 write 呢？因为每天都写啊，所以它有持续、保持这样子的概念。那么英文里面这一类的说法都是习惯用 keep， 比方说像船上的航海日志呢，是用 keep a journal， 或者是每天记账的账本呢，也是用 keep the books。所以在这里要用 keep a diary every day 才是好答案哦。现在没有小朋友帮你们忙了，自己来。国语、数学跟社会。死而无憾了，这些卡都用完了。死而无憾什么意思？六年级。干嘛呀？数学。数学这么厉害。好。问答题：连续整数一乘以二乘以三乘以四乘以五。到乘以三十的连乘积共有几个零？好，这个其实有一个算式的啊，不是叫你一直乘。连续整数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乘六，一直乘到三十的连乘积共有几个零 ？Michael 加油啊！刘轩 OK 吗？对，我是从小太帅。对，我这个还是有点。
子应该有一个算式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有一个算式。我。他有时间了。有。不能一直等。还要一直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请说一个答案。请说一个答案。十二个零。十二个零，安确定。有几个零？你们都没有答案哈？没有。十二个零，这么多个零，好多。十二个零。如果现场有算出来的，我就要送金牌百万小学堂二之抢救知识星球，七个零，七个零，确定。一乘以二乘以三，一直乘到三十，总共会有多少个零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奇数、偶数乘以二之后都是偶数，所以偶数啊乘以五的倍数呢，尾数就会出现零哦。五的倍数有多少呢？有五。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，总共啊有六个，其中呢二十五等于五乘以五，所以五多乘了一次，所以答案啊是六加一，总共有七个零哦。他们得到了12000元。谢谢。好，不错哦，12000元。所以3月5号，你们是在 Legacy 是有两个人的什么？音乐会，希望喜欢他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去给他们加油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再介绍一位，他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哦 ，Big Secret。好，他也是要在3月12号，也是在 Lexi 也要开一个他自己的这个演唱会，让我们欢迎朱丽姐。他要为我们唱一首歌呢，这个3月12号你是要表演些什么的 ？Big Secret 哦，很大的秘密吗？这个借我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好的，3月12号这个演唱会啊，有比较特别的是，他有一首新的单曲，然后这个单曲呢是在演唱会里面算是非常大的重点，然后并且呢，如果你有预购这个演唱会的票的朋友，可以在当天拿到单曲 CD， 是外面不会贩售的，对，不会贩售的，限量单曲，全新 EP 单曲，限量1000名，对。然后这次大秘密的主题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会在演唱会里面分享一些大秘密吗？对，就是比较私人的一些。你的秘密跟米可白秘密一样吗？什么秘密？你的秘密也很大啊。什么秘密？专业节目只是说你们都有一些秘密没有告诉我们。女孩子都有秘密吗？对不对？对。不要想歪了。就是生活上。对，内心的秘密。对，以前有一些没有告诉过大家的故事。没有告诉过大家。那今天要带来一些什么歌呢？今天呢，就是带来这首新的单曲，先给大家听一下。好，我们超先听。我们都想知道下一集怎么旅行，新的恋情会不会出现奇迹？我属于都是基本款 ，You take a chance， 命运随你变换，每一天都要过得尽兴有乐趣，都要学习穿得有气力。我
保持微笑，忠于自我，什么都别错过，想看全部我。可不可能我们想的太多，一个人很为你寂寞，为自己尽情享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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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说不说不要的太多，一个人也过得快活，爱自由它的节奏。谁更有品味，花时间品味，男人对爱的正义却一种爱痴迷，女人对于美却一种爱痴迷，要变得更完美，谁更有品味，花时间品味。谢谢。这个刚刚你在跳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在鼓掌啊，那刘轩就最近很少有机会看到美女哈，当个爸爸有辛苦一点，对，比较少出去，比较少。以前晚上啊，比较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美女，对不对？对，生活会有改变哈。嗯，对，对对对，不要害怕，来来来。你的皮肤非常的白哦，来，先选个小朋友，选我，柔柔好了，柔柔，好，都看起来，去，我上次来了一次之后，这次就已经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害怕，这好像比参加超偶还害怕吗？不会的，好，好。五年级自然与生活科技，五年级自然与生活科技。哎，叶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没有了，因为小峰哥的摩托车没油了，所以说我们想问一下，哎，这附近有哪里可以加油的？加油，我现在就可以为你加油啊！大家一起来，叶子叶子叶子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叶子叶子叶子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选择题，生活所需的石油大部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储存在地底下？一，地底下的石油湖中；二，岩石的细缝中；三，漂浮在地下水的水面。好，感觉像是，应该不会是漂浮在地下水的水面上，不会是。所以呢？所以可能是一或二的其中一个吧。一或二的其中一个，不能说其中一个的答案哦，一定要确定哪一个哦。石油田、石油湖，只有听过石油田。近日北非产油大国动乱，产生石油危机，这种贵桑桑的黑金能源当初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不知道核是什么，差是什么，除数是什么，被I still have no idea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. 你都流汗了，来，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百万小事，我就不要再提你念过哈佛这件事。哇，好大的侮辱啊！我确实了解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我在。石油田。石油湖，只有听过石油田呢。石油田，地底下的石油湖中，岩石的缝隙中。嗯，确定吗？求救好了，求救。早就给你拿卡了。好，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是。我们站在这个地上，这个地上呢是一层呢硬硬的地壳了。那在古时候呢的生物啊，包括动物啦、植物啦，死了以后呢，被这个地壳啊埋藏在地底下。
那经过长时间的高温高压挤压啊，直变成啊这个油状的东西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石油啊。那我们这个地壳呢，虽然是一整块地块啊，硬硬的，但是其实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裂缝啊、裂隙啊，就像这个样子，这个裂隙啊，那这个石油呢，就是储藏在这个裂隙啊里面了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呢，就是啊，储藏在啊岩石的隙缝中。来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一年级生活，马上退回来的。一年级生活，来，时间题，是非题。室内电话的话筒线大多做成卷的，这是为了节省空间，对还是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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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，安全弟，安全弟，好紧张哦，因为时间题在时间之内，你一定要把它答出来。你家的电话线是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是说现在的人都没有室内电话了，只有手机？现在都没有无线电话。这是为了节省空间，你说错对不对？对。你说错。那你觉得它是卷是为什么？你说既然说它错，那它卷起来是干嘛？好看吗？卷起来。因为好看嘛。对，卷卷讲的时候可以卷，讲的时候可以卷，也对。我觉得朱丽姐，你常常讲电话，就我不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呢？哦，所以他答题是错吗？错。错的那就是对呀、啊，因为节省空间就是，他以为卷卷卷就可以拉拉拉很长啊。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太太啊打电话啊，把电话摆在哪里，然后一边一边烧菜、啊，走很多路啊，又烧菜抱小孩啊，完了这些，你也答错刘轩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那你就要下去了。我这样子好了也好了，早点准备。还可以这样再打吗？这么简单的题目。好，朱丽静小姐也进入我们的500俱乐部。好，再讲一下，3月12号你会唱多少首歌？让我讲慢点。3月12号晚上，对，3月12号晚上，如果来参加7点钟来参加的人，就一定会先得到你那个单曲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单曲呢是在外面也买不到的，对，只送不卖的精美限量 King Size 版的单曲，对，一张送给你。然后3月6号还有签票会，所以如果欢迎大家上网去预购，预购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500元音乐，这个朱丽静其实蛮好的，就是给下面的接下来的人心里放下块石头，这个是积阴德的工作。好，刘轩现在比较轻松一点了，又是 DJ， 哎，又是作家，他的书名都很长，上一本书叫做《放任心中的100次流浪》，现在当了爸爸了就不能那么流浪了，所以他现在是随着城市的节奏慢慢的游啊，慢游，欢迎刘轩。谢谢，新书刚发表，新书刚没有发表，哎，对，随着城市的节奏，
说起来，他是应该是随着城，因为自己是 DJ 嘛，是你有自己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这个城市要多少个城市呢？多少城市啊？其实就是台北这个城市就已经够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了小孩，我的生活也变得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说是就想要去流浪就去流浪了，真的差很多耶。可是还是一个心情上面，你要保持轻松，然后你要保持，就是说平常你出去外面去逛街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注意到小小的东西、好玩的事情，所以叫做随着城市的节奏漫游。漫游，其实啊，就是说你想象中的台北。其实跟你想象中跟现在再去逛的台北又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不只是这样子，而且有些时候我甚至会有一些那种幻听跟幻觉现象会发生。哇，真的，可能是因为小幻听幻觉。真的，对，因为对，可能是因为小对幻听幻觉应该是你爸爸的病吧，不是你爸爸。没有，他反而记忆很好。像我最近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我觉得也蛮不可思议的，就是家里面的那个洗衣机坏掉了。然后我就去那个附近的自助洗衣店嘛，啊，那自助洗衣店像我是在纽约长大的，通常自助洗衣店你衣服放进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守在旁边，对，要不然你回来的时候衣服被人偷了，所以我就守在旁边，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讲说是，不要守在旁边，这台北啊，这不是纽约啦，来，我带你去洗头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去洗头，然后后来过了十几分钟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走进那个店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老先生走出来，然后跟我擦身而过，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有点不对劲。然后多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就走到我那个机器前面的时候，我还往外瞄了这样子一眼啊，然后后来打开机器，衣服不见了。所以我想说，你看台北跟纽约现在一样，哎呀，这个经济不景气哦，治安就变得越来越不好。好，然后我就找到那个洗衣店老板，就调那个监视录影带啊，这个录影带不是四格吗？对，然后就看到，你可以看到我跟我太太先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还在吵，说是啊，我带你去洗头，然后我们一走出去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男的，他站起来，然后就马上就把我们的衣服都偷了，然后走出去。好，可是过了我们快转四十几分钟之后。我回来，我是自己一个人走进来的，然后店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，四个画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老先生，你是没有出现。这不是幻听幻觉，这个根本是灵异事件。所以我在。各位，请注意，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百万小时的。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真的不见了吗？真不见，而且我在想说，因为我自己学心理的，所以我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会去想象，因为我本来我就在想说可能衣服会被偷，所以我就想象这样子的情节，对不对 ？OK， 可是呢，你就看到我在四个画面里面，我走到那个机器前面，然后我在打开机器之前，回头转头看了一下，可是店外面的那个监视器。没有人，没人敢再去那个。你的动作都对，都有，对，你连动作都有，对。哇，那今天在哪？都不要去。第一，那个店在哪？那第二，你的衣服找回来没有？没有啊，真的不见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被偷了，真的被偷了。除了那个老先生之外，其他都真的。可是那个偷我衣服的那个人也拍得很清楚哦，把他脸都拍下来了。他是一个中年男子。跟我后来所碰到那个老先生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偷你衣服的人那是惯窃嘛，就常常会在那个店里拿衣服的吗？这个有可能是，我不晓得，对，不晓得。不过那个老板跟我讲说，他只有碰过大概三四次这样子的事情发生。对，那至于说这个我像我这样子的幻觉的事情，倒是第一次。所以那个老先生。奇怪，并不是来拿衣服的，他只是来跟你擦身而过，对不对？以这个理论来讲，说他并不是拿衣服的，他也不是来的，他只是来 say hello。他可能是掌管那个店的土地公总司，对，他只是说来告诉你，小萌，哎，衣服真的掉了，对，下一次各位还是可以再去洗一点洗。洗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洗头，你走到那个 monitor 那里去看看，到
到底是谁拿你的衣服？我现在家里面买了一台很好的洗衣机，我还要加插头。好，来来来，请到这边。谁的程序节奏慢游？请选一个小朋友。河豚，好，来。加油！刚刚都没有答对，对不对？你在下面。几乎。几乎。几乎。我先从我。我就不要再提你念过哈佛这件事情。这个来答不答对，真的跟念哈佛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对，你哈佛再念十年也不见得会答对我们，真的，对，所以我要鼓励一下，得500的零元的不要难过。好，我先从我最不拿手的先开始好了，5年级数学。哇，数学来。问答题：两个正整数相除得商12，得余8。现已知被除数与除数的差是833，试求这两正整数之和。好，这题没有太难，只要你听得懂这个题目，这和就是它加它是多少。I still have no idea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这个没有吗？哈佛大学毕业的刘轩，怎么连5年级数学都看不懂呢？难不成他第一题就要卡关了吗？数学，数学不可能啦，学的我只知道句点而已。你们赶快不要再赢了，我至少要答个5题才能回去见那个我爸，见你爸。这和就是他加他是多少 ？I still have no idea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真的没有吗？我觉得我这第一题我可能就要求救了。你就要求救了。对，因为所以这个就是国文差，你懂吗？好，我觉得你还是拿。我还是拿。潘逸文有答案了吗？还没算完呢。这一题不应该不难吧？蛮简单的。蛮简单的，这题的他听得懂就是蛮简单的。Michael 也会吗？不会。离学校太远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用团结卡。潘逸文，你算出来没？还没有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983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你就是在除数跟被除数当中和啊差这样子，是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知道和是什么，差是什么，除数是什么，被除数是什么。我确实了解，团结就是力量。我才这是最重点，是吧？过关了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好，来来来，下一题。好，来个6年级的健康与体育吧。来，健康与体育。哥哥，我之前看电视学会了一招软骨功哦。软骨功？哎，对啊，要不要我来表演给你看？你看哦，嚯嚯嚯嚯嚯嚯，叉叉叉叉叉，对折，呀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这个不是脚，是手吧？选择题：和身体其他部位相比，受伤的关节软骨较难复原，其原因为何？一、缺乏血管输送养分；二、软骨细胞很难再生；三、关节活动使伤处不易复原。好，通常我们身体其他部分相比，我自己曾经伤过软骨，然后。
然后大家就跟我讲说，我要多吃一种东西可以补充，所以那个软骨应该是可以长回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二。就就他血管出错。好，我虽然这样子很偷懒，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用卡，会比较好。来，我先问年纪大的 Michael。因为年纪大的，年纪大的关节软骨比较有问题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最近有点这个困扰，我这边打球受伤，受伤五十肩了，五十肩好了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选一，一哦，我选一。好，年轻人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一跟三很有可能，一跟三很有可能。我们正确答案是。到底是年纪大的比较懂啊，身体有感觉，哎，有切身之痛啊，缺乏血管输送养分。Thank you。好，布丁，请说。那个关节受伤的时候，那边没有血管，血管可以提供伤口复原的养分。关节软骨的代表性的关节是膝关节跟大腿骨关节，大家吃鸡腿就知道，一扒开来也有点厚厚白白的一层呢，那就是关节软骨啊，因为它就是没有血管来供应血液啊。那我们关节软骨的细胞，你如果受损了以后，因为没有这样子供应养分，所以它修复会比较慢。相对于其他的部位，我们割伤啦、切伤啦，因为血流很丰富，所以恢复的会比较快。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缺乏血管来供应养分。压力很大吧？我刚刚那个又猜错了。你又猜错？对啊，我又猜错了。你年轻人嘛，好，再选个小朋友。五年级英文。五年级英文。好，来吧。问答题：小西瓜说 ，My gums are swollen， 请问它是哪里肿了？这个就不难了。就不难，哪里？牙龈。牙龈。哎，确定。你们可以尽量哎，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好，对，不要确定。好，但是 gums 还有一个其他的说法是，口香糖。口香糖对不 对？好，不是口香糖肿了哦，是牙龈肿了。是牙龈，这个还算OK 哈、yeah. 好，还好。如果那个人求救的话，实在太老土了。对，接下来乡土。艺术与人文。来个四年级的自然与生活科技。好的。哇哇。选择题。冬季是亮星最多的季节。请问当季全天空最亮的是哪一颗星？一天狼星，二南极星，三织女星。好。织女，牛郎织女。好，我要说是南极星。我要说是南极星。南极星。对。确定吗？就讲台湾嘛，对不对？以台湾天空来看，对。其实我还讲到台湾不台湾，我今天都不太清楚。好啦，南极星啦，我觉得南极星。南极星。好。对。然后 OK， 好。那你夏季你知道是谁哪一颗星吗？北斗星吧。哎，所以北斗。南北。南北。嗯。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，等于是好，我们是说夏季跟冬季，不是说南北。你确定了吗？
我觉得南齐星了。没事，有的人听不懂我的提示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小燕姐刚刚真的有提示吗？让我们倒带再看一次。究竟这句话会是提示吗？我们是说夏季跟冬季，不是说南北。在小燕姐的提示之下，南极星真的不是冬天最亮眼的那颗星吗？没算数。一 ，Yes I do。二，他连题目都不看，他就先拿。我拿好，我拿好。那个神明他不会英文。我拿太快了，没关系啊，不看白不看，你看一下好了。哇，你好想开哦。对啊。Coming soon。我们是说夏季跟冬季，不是说南北。我觉得南极星了。没事，有的人听不懂我的提示，就没有办法了，我也只能帮忙帮到他。南极星。举手就可见的，只有你不知道啊！天狼星，为什么你们都知道？因为我们刚好在学。你们刚好有在学，那夏季是什么？学啊！夏季呢？大熊星。织女，对不对？答对了。织女星是夏季最亮的一颗星，是没错的。没错。那天狼星是冬季最亮的一颗星。喂。那南极星呢？其实是没有这一颗星的。天空上只有北极星，而没有南极星。对对对。真的吗？没那个。不是荒野的，但是好像讲没那颗星。好长远哦。答错就算了。这颗星真的好大的侮辱啊！但是我觉得今天刘轩，他从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他是会幻觉幻听。在我的世界里面，的确有一颗南极星。对，但在世界上真的只有北极星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老头子走过去，别人都没有看到，只有你看。咱们来看一个节目，叫做《你所看不见的》，怎么样？好。OK， 来，2500元，呀，意思意思。但是呢，我觉得，其实我要讲啊，所以来我们小学堂啊，大家觉得其实说题目很难，其实我觉得不是，而是呢我们。长大的人呢，小学生呢，就是靠的课本，然后告诉我们什么，他就是记哦，哪里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是靠着我们自己自认为觉得的事情，是，对不对？就像啊，我觉得是南极，对，北斗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是啊，他讲南极星的时候，我也没觉得那没有哎，真的有吗？真的不能靠北。而且不是很多那种在航海的时候都要靠北斗星来定方位，那是北斗啊，那不是南极。所以我在想说，真的没有南极星啊，真的没有南极星。好吧，所以我们就是自认为，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是真的很多的。好，加油加油，随着城市节奏去梦游，谢谢。姐姐啊，对你们来讲，她还是姐姐。米可白姐姐呢，今天有一点孤单，因为上一次她跟爸爸一起来，
我们还吃了他很多的好吃的牛舌饼，要谢谢他爸爸。我欢迎米可白。对不对？好厉害哦，你爸爸很会答题耶。我爸爸都靠他的灵异体质，可是最后一题我们输在英文，因为他的灵异体质那个神明他不会英文，对，英文没有办法。好，上次啊，他跟他爸爸答了24000元，那今天完全要靠自己。但是我常常在很多综艺节目看到你在答题，都很厉害啊。可是这个不一样，因为上台的时候真的会紧张。别的你都不会紧张吗？别的不会，真的哦。别的不会，这个真的会紧张。对，不过你刚刚看到他们答，也真的该紧张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我刚刚都是用分析，结果我都有答对。啊，你用分析的？对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有的人来用删去法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嗯。有的时候用删去法很简单，但是你认定有南极星就没有办法。因为是没有办法去删去它。这个就好，我觉得这今天我们这学到蛮多东西的。对，洗衣服的时候要小心。对啊，不是要小心啊。对，看到东西你要确定它在不在，是不是？好，来加油。好，今天其实啊有500元的，也有啊这个分数都不高。看你应该，我至少要答个5题才能回去见那个我爸，见你爸爸。不然你爸爸说，你看没有我，你就是不行啊，对不对？真是，你说本姑娘在台北自己江湖混这么久，嗯，对不对？来，先选个小朋友啊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我要选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娃娃，娃娃。选择题，传统民谣太湖船提到何时人行少？一清晨，二黄昏，三夜半。好，老师把音乐听一下。平常节在节目里，你不是唱很多这种歌吗？可是我不会唱这首歌。的话不太可能，因为清晨大家都还在睡觉。哦，可是古时候的人都很早起哦。很早起哦。嗯。夜半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人家会出来外面走走。夜半干嘛出来走走啊？因为他想要放松啊。没想到太湖船上的客人也有很少的时候。等等，城市少女的邝明杰会唱正解给你听哦。肝是没有神经的 ，yes yes， 所以没有。有很多冷血动物，它有温度吗？你决定的嘛，不是这样又要讨论吗？安全点。我还没说好哎。安吉，你答的你负责任啊。我还没有说好。Coming soon。夜半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人家会出来外面走走。夜半干嘛出来走走啊？因为他想要放松啊。啊，饿的话黄昏哦，有时候你要回去吃饭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饿。我觉得是饿，确定吗？不是清晨，不是夜半，是黄昏。对。黄昏，因为我爸每次到了黄昏都会叫我回去吃饭，所以应该大家都是这样吧，都是这样。好。
只会唱到那一句啊。无心飘来风一阵，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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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昏时候人心少，然后嘞，半空夜影水绵摇，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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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好，厉害厉害，好的，下次去 KTV 的时候也点一下这种歌，有的时候会考到。好，下面一题。下面一题我一定要用考片，因为我真的我上次也是输在英文。我第二题想要选的是四年级的英文，赶快解决掉。对，好，时间题，团结卡，选择题，人家问 Are you OK？ 以下哪一个回答是正确的？一 Yes I do， 二 Yes I am， 三 Yes I can。等一下，哈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反正你已经拿卡了嘛。这一题小朋友都觉得好简单，对不对？他连题目都不看，他就先拿。我拿卡，我拿卡，我拿。这个是 Are you OK？ 是哪一个？你觉得是哪一个？二。好，你觉得是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答案是不是二。啊。曾经教我一句口诀，叫做 be 动词问你 ，be 动词回答。所以 yes I am 或 yes you are 或 yes he is 这样回答。哇，你这讲完以后，我就真的糊涂了。刘轩对不对？哈佛念完了，这听起来。有朋友问我 Are you OK？ 我说 OK。对，真的在真的在生活上面就是 OK， 但是所以你知道的、啊。好呀，我拿太快了，没关系啊，不看白不看，也看一下。哇，你好想得开哦，米可。对啊，可是损失一张卡。损失一张卡，好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爸爸在这里讲一下，你们家的牛舌饼真的很好吃。谢谢小燕子。好，来再选个小朋友。叫你加油，对啊，哎，这次都亏了你以前是葡萄姐姐，平常的人上来他们就，对不对？刚刚他们刚刚在下面就说，上次 Happy 哥哥之后得到零题，希望我可以加油一点。对 ，Happy 哥哥得到零题哈，还连续两次，他连续两次，所以你们不要难过。对，对 ，Happy 哥哥连续两次得到零题，他一定觉得这里有一股什么气对他。好，来，你要选什么？我要选乡土。乡土不行了。数学。数学不可能了。选个六年级自然与生活科技。好的。叶子、可可，最近有很多鲨鱼出没，你们不要乱跑出去玩哦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叶子，妈妈都说外面很多鲨鱼了，我们这样跑出去好吗？我们才不会那么倒霉遇到鲨鱼嘞！天哪，鲨鱼！前面有个保育区，我们赶快躲进去。哇哇哇，好险啊。对啊，鲨鱼应该没有吹来吧。可你看。
选择题，在海洋保育区内的海域，哪一种鱼类反而会减少？一、大型掠食性鱼类；二、小型掠食性鱼类；三、小型草食性鱼类。我觉得应该是二，因为大型的话他们可以吃别人啊，可是小型的话他们可以吃那个海草，也可以生活下去。可是二的话，他们要是被大型吃掉，他们就变少，也不能吃小的。所以你觉得是二？二。好，他看完刚刚那个卡通啊，而且他就领悟到，你看他真的很聪明耶，他就领悟到大的会吃小的，对不对？尤其在鲨鱼保育区里头，那小的怎么活呢？就是被人家吃掉，所以是二，小心。大型掠食性鱼类呢，在海洋生态系里头扮演的是高阶消费者的角色，那它可以控制小型鱼类的数量。那在海洋保护区里头呢，由于大型鱼类的数量较多，所以小型鱼类的数量是受到控制的。但是在保护区外面呢，由于大型鱼类的数量较少，那尤其是像小型掠食性鱼类，它的受到的控制程度较低，所以它的数量反而比在保护区内为多。所以这题的答案是小型掠食性鱼类。其实在大型的这个保育区里头，我们保护了它，但是它一定会吃小的，所以小的反而会减少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要我最不行的一个题哦，我选数学。数学，好。问答题：四轮货车与六轮货车共有120辆，这两种货车的轮子共有628个，请问四轮货车与六轮货车相差多少辆？好，这个题目你看得懂吗？太久没算数，我真的不会算数。你可白，你这个写的好像不用，你就等着拿卡就好了。不行，啊不行，好，它四轮的跟六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共有120辆嘛，这就是一共多少？对，那这两个货车的轮子一共有628个轮子，有四轮的、六轮的，一部车有六轮，一部车有四轮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难哎，都算好了，你不用看了。好，台下的六位有人算出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应该没有哈。好，差一辆。请问四辆货车和六辆货车相差多少辆，对不对？多少辆？28。28，你们算的也不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，28。28，28辆。那你要不要解释给我们听一下？好啊，对，就是像刚刚那个同学说的，就是先设一个是 X 嘛，例如说四轮的是 X， 那六轮就是 Y， 那四轮的加六轮的会有120辆嘛，所以就是 X 加 Y 等于120。对，那再来他跟你讲说四轮的加六轮的轮子有628，所以假设 X 的就是它乘以四轮。所以4x 加上6y 会等于628，本628。那你再把 x 会等于120减 y， 对，就是把一个 x 带进去 y 里面，这样，对，那乘出来后就会达到，题目是答案是148个，148，然后再两个人再相加，相加就是28，对不对？两个相减了，相减就是28，其实是减掉46，就等于28。会
接下来你还有一张卡，再选个小朋友。选我！我要选悠悠。悠悠。太久。好。现在这些都是你会的了。好。差不多可以了。差不多可以了。我要来选个国语。好，国语。问答题，一条线画左边，用来强调地名或人名的标点符号叫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全场都会的标点符号，就只有米可白不会。超简单的名称，你心中有答案了吗？这一题我。记得我在节目里面应该有答过，对不对？怎么走在上面都变笨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都是瞎蒙的。你烧香啊，就是有宝贝。对啊，啊你有做了。还包庇包庇。我们今天如果不信的话，我们就当一对黑皮咸康力。如果经过这一关，我们就要变百万夫妻。对对对，来，好。人名，我们用标点符号画一条线，或者是画左边。那这个标点符号叫什么？我只知道句点而已。句号不是，就是米可白，我在米可白画线，对，那条线叫什么？叫什么名称哦，不是名。它有个专名名专有名词。哇！没有错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难的。啊！拆解卡，拆解卡。啊！我不行。好。大家用大声的告诉他是什么。不知道他这个叫什么，但是小朋友因为正在念就知道是专名号跟私名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地名啊或者是名字旁边都会画一条杠。私名号，私名号，回家考你爸爸，你爸爸一定答不出。好，好，一万二了，也不错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回去可以跟爸爸交代了，接下来靠自己了。一年级生活，来。问答题：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请问捐血的年龄限制是65岁以下至几岁以上？好，很多小朋友也很想去捐血，但是呢，不一定可以，一定要在65岁以下至几岁以上？18吗？
18岁。这个小女生几岁？几岁？十七。对了，十八岁小一岁，十七岁就可以了。啊啊！差一点点，你刚刚说了十六，又说了十八，你觉得十七好像？很像没有啊。对，其实就是十七岁，十七岁以上，足十七岁以上。65岁以下都可以去捐血，而且最近好像有血荒，所以如果身体健康，身体要健康，没有感冒啊，没有其他病的人，希望大家去捐血。好，捐血是救人一命，6000元，谢谢。好，这个还要跟你爸爸讲，你的牛舌饼好吃，而且他虽然没有来，你还是答得不错。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父子啊、母女啊、父女啊、兄弟啊，这一对应该算未婚夫妻档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夫妻档，哎，但是未婚夫妻档还是第一次，让我们来欢迎 Michael 匡明杰。我在这个演员的这个资料上，他们又写说他们又订婚期了，就是用幼稚，用个幼稚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这次是因为上了小燕姐之前的节目嘛，受你的影响跟这个，小燕姐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吗？没有，我还那天特别在我的节目后面说我没有催他们，对不对？不会错意了。我真的是觉得说。这个要不要结婚啊，这真不是别人说的，要自己去感受。对，所以那上完了以后，我的感受就是为了老的跟为我们家的小的，我就把婚期定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他真的是这样，是在一个想法很快的，就过年前他说我们来订婚期，我说对啊，真的吗？而且我把证婚人都想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要请小燕姐跟飞哥。杰大跟大哥大，您务必要参与，为什么？因为真的是有受到你的影响，真的有受到我的影响。上你那个节目，真的真的，我真觉得上完我的节目，比如说像那个谁上完节目就怀孕了，就有了，这上完节目就要结婚了，我就觉得很紧张啊，好事儿啊，啊，是好事，当然是好事，但是有点压力。你看，是我有压力，他们没有压力。我两眼睛啊。两双眼睛都盯着你看，就希望你再多给予肯定。哎呀，我不要有压力，我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。但是我那天看到你儿子一起来，我是觉得这一家看起来真的非常甜蜜的样子，就是对对对。那就确定了吗？对，就在时间在7月4号，在7月4号，美国国庆，等于那种独立纪念。独立纪念嘛，对，不晓得他独立还是我独立，我们还在为这个问题要选择一下。我们再选择一下，合并纪念，合并一个家庭变成一个家庭，对啊，合并纪念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很好很好。刚刚在下面答题的时候，你们两个有感觉吗？我们差点要吵架。我现在就决定要。有一些比较他用直觉的反应的就交给他，就交给他。对，那比较确切的，确切的交给你。那选择这些聪明小脑袋的小朋友们，就交给他。我今天决定走米可白路线，米可白路线是吧？好，好，请到台前。那你们两个还穿情侣装啊？两个都是皮夹克，对不对？灰皮夹克，对不对？略有略同的感觉。我通常就是问他说你要穿什么，他就跟我讲他要穿什么，我就尽量找我们可以有一样的可以搭配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衣服不多嘛。没错。我了解，真是太清楚了。哎，了解了解。男人的衣服不多，女生的可以这个花样多一点。来，选个小朋友。
你决定的嘛，不是这样又要讨论吗？好，我们选布丁好不好？布丁。好，家里是男生就喜欢小女生，对啊，可爱，对不对？可爱，那就自己要努力了啊！来，好，请选题。好，我们选布丁的话，我们就要选四年级、三年级或二年级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布丁是四年级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四年级就选四年级社会了。好，四年级社会。选择题，台湾歌谣《港都夜雨》中的港都指的是哪里？一、基隆港；二、安平港；三、高雄港。好，这个音乐呢？有没有？不是安平港，我记得不知道。基隆港。台湾就这么几个港？因为基隆港很会下雨。听起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这一题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应该有答过，对不对？就不是安平港，因为通常人家讲高雄嘛，人家讲高雄港都嘛，其实不是，是基隆港，因为它下雨啊，下雨啊，记得是这样。我们印象中的港都是高雄，没错。究竟创作这首曲的杨三郎心中的港都会是哪里呢？ Coming soon。人家讲高雄嘛，人家讲高雄港都嘛，其实不是，是基隆港，因为它下雨啊，下雨啊，记得是这样。对，高雄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破纪录成零吗？我们因为今天五百俱乐部已经有人占领了，一千多分、两千多块的都有了。我们今天如果不信的话，我们就当一对黑皮咸伉俪，走入黑皮的天边。好，如果他过这一关，我们就要变百万夫妻。对对对，来，好，基隆港，基隆港，哎，你确定？当年是在基隆港的一个夜总会里面啊，在吹奏乐器，那他看了每天下雨啊什么，他就先写了一个演奏曲，嗯啊，后来人家再把它填的词写了很多，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流传下来。哦，想到下雨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还是要四年级三年嘛？对，那就选四年级的健康健康一题。好，来，选择题。长时间的跑步会造成腹部疼痛感，其痛感神经主要出自哪个器官？一、肝；二、胃；三、脾。好，我想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感觉啊，就跑步以后，哇，这个地方这里很痛，对，这边很痛，什么地方痛？肝呢，基本上是不会痛的，对，肝是没有神经的，对，没有。那脾跟胃呢是连在一起，胃我比较了，可脾我不太了，脾我知道有脾气，我不知道脾有什么。那我们要求救吗？我不知道要不要求救，你决定。决定要不要求救？啊，来，那求救吧。其实很简单吧，来，因为肝，我们是用筛除法啦，肝是一定没有的，因为通常肝是不会有痛感的。脾会不会痛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问题在这里啊。都是胃痛跟脾吧。对。脾啊。我认为是胃啦。你认为是胃？那我们没办法达成共识，那我们就对，好人卡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好人卡。好，很多人跑步的时候都会疼痛，哎，就会这里啊，那很痛，是什么痛呢？其实现在告诉你，就是这个痛。耶，脾是脾呀，不是脾气痛啊。啊，是脾。哇，好，其实脾脏呢，谢谢。其实很有用，是要供应出血液，但是你跑的时候，因为跑得太激烈的时候，它的血液供应出来来不及了，所以它就会疼痛，所以通常都是这里这样疼痛，对，所以呢也不是胃，也不是肝，
是脾。所以靠近腰的这个旁边的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人是有点脾气还是好的。也是好的。再选个小朋友。悠悠啊，悠悠。想说要学哪一个了？浩明姐小姐非常认真，她已经在决定要学哪一个。她是先选说你是六年级的，所以她可以选上面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数学好像还不错哎。但是问题是好难哦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数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瞎蒙的，在底下可以瞎蒙对了，在底上不行，在上面不行。要不要国语？啊，国语，数学吧。数学，因为国语我们还可以蒙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数学我们可能蒙也蒙，蒙也没蒙，没有办法蒙得到。好，数学，来六年级数学，你看吧，这个有多难呐？问答题，有甲、乙两种茶叶，只知一公克甲茶叶和一公克乙茶叶的价钱比为7:13，7:13，而一袋甲茶叶和一袋乙茶叶的重量比为5:6。如果一袋乙茶叶的价钱是1170元，一袋甲茶叶的价钱是多少元？米可白说：“哇，这一题很复杂，很复杂，比我的还难呢，比你那题还难。”对，13，其实我们只问你一袋假茶叶的价钱是多少？八，这么简单？哦，对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怎样？他只问价钱而已。他只问价钱。他只问价钱而已啊。对啊，他只问价钱。假茶叶的价钱。一公克嘛，一公克嘛，他因为不管是一公克还是多少比例，哎，价钱所以7:13，所以一样，那是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90？不是的，不是，那到了630块。9763嘛，9763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是630块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确定吗？对不对？1170除以13嘛，乘以7嘛，对啊，就好了嘛，是吧？这么简单啊？这么简单？我怀疑啊，这么啊，这么简单吗？我们不求救了啊，不管啊，那不管了，好，90哈，对啊，好，确定吗？求，确定吗？决定，他们都还没算出来哦，求救吧！啊，我们还是求救吧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你的价钱是526块，所以它还是跟重量比有关系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潘英文，你算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525元。好，要有重量。他本来算出来是，等一下，你本来算出来是多少？630。那他算出来是630，是？所以要乘5除6。要乘5除6，是不是？嗯，先把那个价钱比跟重量比合起来，会变35:78。35:78啊。然后用1170来除78，会剩15，然后15再乘35就是总价钱。就这样子啊？对，好简单啊，好简单哦。你讲的都好简单哦。你讲的好简单，就是先算可不可以呢？请问他这样算可不可以呢？我先把总价钱比算出来再用。你可以先把它合起来，或者是分开来算。对。对，尽量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所以你算出来也是525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了，好，虽然浪费了一张卡，不过还办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只剩一张卡喽，只剩一张卡了耶。好了，那我们还是五年。可以啊，万一过不了，我们还是先求救，先求救还是怎么样？那你要不要先？那就选乡土呢？你很久没演乡土戏了，乡土嘛，是比较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是不是？二年级乡土，乡土。时间题，是非题，谚语。有烧香有宝贝，有吃药啊有家气，意思是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对还是错？对还是错？对
对还是错？啊？对还是错？对。对，爱听听。有烧香有保护，有吃药就会有。不是一分哎。那个行气是什么？怎么念的？加气。我加气的哈。就是有可以吃药，有进有对，可以排气。对对对。好。意思就是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对。这是怎么讲啊？耶！是一分耕耘。对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应该是对啊。走在上面都变笨了。对吧？就是说，比如你烧香啊，就是有宝贝。对啊，啊你有做了。哎 ，Bobby， 好，那你生病的话，你吃药呢就会补到气，就也就是说你有努力呢就有收获嘛。啊，嗯，应该会等于二的道理一样。对呀，好，来，熊默，他想选女生的，他说我想选河豚，他要选蓉蓉，因为这个是男女不一样。你们俩确定要结婚吗？这个事情都搞不定。你要选蓉蓉是吗？好，来选蓉蓉。什么先选蓉蓉？也只有他可以选，我们只剩下一个可以选。好，来。又来了！太专注了，太专注了，你真的太专心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没办法。好，好了，接下来选个自然吧。五年级的自然与生活科技，我想这个非常难。哇，太极拳都来了。燕子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最近在练习 Chinese 功夫啊，你要不要来猜猜看我打的是什么拳哦？护拳。接下来是跳拳，然后是唰唰唰，就是那个在黑暗中可以做到猎物的那个啊，啊，蛇拳，嗯，接下来是我自创的拳法，呀唰唰。选择题：响尾蛇与蟒蛇在黑暗中仍然能够精准地抓到猎物，是因为它能感觉到猎物发出的什么？一、温度；二、气味；三、音波。好，我们知道响尾蛇和蟒蛇在黑暗中啊，所以啊，如果你去那种森林的时候，晚上真的要小心，因为他们在黑暗中还是可以很精准地抓到猎物。是因为它能感觉到猎物发出的什么？我个人认为是温度。邝明杰认为是音波，应该音波比较不可能。会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是音波了，对，绝对不是音波了。对，我觉得是温度了。温度，那问题是有很多冷血动物它有温度吗？别的冷血动物它温度高不高呢？蜥蜴哦，对哈，气味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认为应该是气味？我认为呢，我们应该要打卡。哎，这样卡就拿完了，这样就没了耶，这样就没了。你认为温度？我认为气味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剪刀石头布。那输的就是说，输的说，你确定什么？气味啊，气味，啊，你确定？啊，我还没说好哎。啊，你打的你负责任啊。太快了，我还没有说好哎。好，我还说我可以用。他们两个到底要不要7月4号结婚？我觉得要从长考虑一下。还没说好。两个人一定有两个答案，我都支持他。从选小朋友，他们就有两个答案；到选题也有两个答案，然后到答题也有两个答案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7月4号还是慎重的考虑。表示我们互相尊重的个体，但是我会支持他，所以我马上就按下去。啊，马上就按下去。问题是，我还没尊重我自己啊。好，气味。温度答对了，
蛇类除了可以靠嗅觉和视觉来捕食猎物外，响尾蛇和蟒蛇的头部具有特殊的感应器官，称为涡器，可以感受温血动物身上体热发出微弱的红外线，使它们在黑暗中也可以准确侦测猎物的位置。所以这题的答案是温度。哇，今天这一局也就告诉你邝明杰要多听一下老公的。谢谢，我的用意达到了。用意达到了，今天来上答题不重要，答题不重要，上节目的目的就是要活生生的这个生活剧告诉大家，老婆要多听老公的。感谢，对不起，谢好。仅仅四千元，学得了一些教训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请到台前来。好，三月份有很多的这个演唱会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是九号，一个十二号，大家可以去 Legacy 看他们的演唱会。而且今天呢，最高分数是这两位男生。朱丽静呢，是我们兔年以来啊第二个500元。难过，第一个是莫凡老师，明成老师也是500元。哎，我也。